大家好，我是张涛。本次冬奥会，我主要承担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相关产品工作。北京奥组委给每位裁判员配发了防疫物资，这个是医用口罩，这个是 N95， 有冬奥会的标识。组委会会给所有裁判员提供非常好的住宿环境，房门打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跳台滑雪比赛场馆。水进去之后喷出来是雪啊，人工造雪。整个比赛场地已经准备就绪，大家看，这是跳台滑雪的教练席、裁判塔、观众席以及跳台赛道，到时候运动员就会从这里一冲而下，开启他们这场速度与激情的冒险之旅。